如何和老外哈拉第四回。请大家听完后立刻开口反复练习，少看书，大家都可以和老外哈拉喽。好，既然想和老外哈拉，就希望大家能够把嘴巴张开，就好像在哈哈 哈那样的感觉，然后拉着不要放，这样就叫做哈拉。好，那今天哈拉什么呢？我们在跟老外聊天，自己要先准备很多的一些想法，对，这样子才能够讲得下去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跟人家聊天之前，您自己要有些话题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？就是看得出来啊，我看得出来，比如说，哎，这个我看到 Andy 今天愁眉苦脸哈，哎呀，好像被老板骂了一顿。你看，我看得出来。因为他的脸呢，那个名球看什么晒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了哈。这个英文呢可以怎么说呢？这英文就很简单啊，叫做 can tell。can tell tell 就是告诉，这个英文字好简单哈。T E L L 最后 L 字头要向上顶，所以 te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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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可以看得出来，就叫做 can tell。can tell can tell can tell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来练习一下，什么时候可以用到这样的说 can tell， 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用法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比如说这个我现在看到这个 Eddie 了哈。 Eddie 这个愁眉苦脸，就像刚才说的，那我就可以说什么呢？ I can tellI can tell， 我可以看得出来 ，Eddie 是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火大哈。OK， 好 ，Eddie， 你为什么很火大呢？我讲不出来，反正一言难尽，对不对？一言难尽。好 ，OK，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啊，那他的脸就是 your face， 对不对？对，你的脸啊，那用你的脸来看，就可以说 I can tell。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By your face. 好，看你的脸，我就可以知道了。那你看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聊天的很好的一个开始？对，没错。你看到一个老外，看到他呢，春风满面，这个非常的得意啊，看起来他好像一定升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说，哎，你一定升官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 I can tell.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By your face. 好，我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到你好像喜事重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I can tell.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By your face. 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我们的这个老板坐在那里哈，他这个脸呢臭臭的，对，那我就说你看得出来他生气了吗？ Can you tell？I can tell by your by his face。 对，再说一次好不好？我问你说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看老板现在不太对劲了啊。对， Can you tell？ I can tell by his face。 by his face。 好， I can tell by his face。 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 来他非常的火大。那我们待会两个赶快躲到厕所里面去。OK， 所以说我这个看得出来就可以说 I canTell. I can tell. 好，所以我们在谈到哈拉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得出来，就叫做 I can tell。 好，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 Eddie 的脸呢，一股臭臭的脸啊，我们就说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好，我看得出来，从你的脸上看出来你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然就给哈拉下去了。那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被女朋友甩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一些话题。对，那我们再看到刚才那个老外，哇，好高兴啊。我们也可以说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 好，那这时候我们两个在对话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板在那边好像脸臭臭的。对啊，那我就问你说你看得出来吗？老板生气了。Can you tell？I can tell by his face. 啊，我可以看得出他的脸上充满的非常不高兴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希望呢各位朋友都能够跟我们一起不断的练习朗诵，因为如果您朗诵的出来，能够
这个不断的对着自己讲话，对，好，自言自语是学英文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。那么等到您真正跟老外的时候，您就可以讲得非常的流利，最主要是有自信，没错，有自信才会快乐，快乐才会想学得更多，更努力的学下去啊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希望您这个充满快乐，因为您会讲英文了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耶，你的脸上充满着快乐的自信，我们就会说 I can tell by your face.